It's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worlds that we've ever had. Group B, talent across the board. DDG is a titan. Nice shot. Definitely right up there with Damwon as looking like the two current best teams. But there's one name that springs to the top. I mean, it's F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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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he best player of all time. What more is there to say? 내가 돌아왔다. 일단 이번 월드 또한 저희는 우승을 목표로 하고 있고. You want to talk about T1 as the favorites? They still have to prove that now. 일단 한 번씩 다 상대해봤기 때문에 팀이 어느 정도 어떤 성향인지 좀 느낄 수 있게 되는 것 같고 그리고. It was EDG that denied T1 that MSI title. It was T1 that denied EDG getting out of groups. These two teams bring out the best in each other. 只要我们队里不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就还是会顺利的赢下来。 EDG are gonna wipe T1 off the map. 오늘 해보니까 역시 쉬운 상대는 없다고 생각했어요. We used to dub Abadaga Faker Daga, and it's really cool to see him on the world stage. I would just love to show a good performance against one of the greatest mid laners of all time. Faker Daga, what was that? Just to prove myself that I am a good mid laner. Group B is no fun ride. Right now, everyone matters. We cannot show any mercy, DFM. But that's gonna be the game, though. 100 Thieves are gonna wrap it up. 어떻게 이길지 저희도 잘 모르기도 하지만 그래도 남은 경기 정말 최선을 다해서 후회 없는 경기 보여드리고 싶습니다. People always have high hopes for the LJL. 次の試合はね、もっとうまくやって爪痕を残せ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DFM, you're praying for upsets, you're praying for miracles, but this team has done it and has done it in their own way. 上手いチームが必ず勝つわけではないので、僕らの勝ち方をしっかりと見つけて。 We'll be able to beat DFM in the rematch. You're not going to be ready for the storm. T1밖에는 없는 것 같아. 마지막에 세 경기 연달하는데 그때 더 잘할 수 있을 것 같아. 이번에도 저희가 승리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就这边搬的话，可能也把自己英雄给搬了。是的，先搬一手上单和加特，然后再补搬一手盲僧。这边搬了一个卢仙，像猫咪这个英雄，两边有没有可能去尝试一下，要不要把它放出来或者搬掉？是的，这次系列赛会觉得猫咪这个英雄，无论说是他的登场率，亦或是他登场后可能对手很难以去针对，都给大家造成了很多困扰啊。就不尝试了。 是的，稳扎稳打一点比较好。但是现在勒弗兰放出来了，包括像赵信，那在没有盲僧的情况下呢，理论上赵信也可以作为蓝色王的一选。是的，赵信皇子啥的都在。是，先选妖姬，阿利亚的妖姬。嗯。当然，在对抗妖姬方面，像 Scout 也有塞拉斯这个英雄可以作为他的选择。嗯，塞拉斯、利桑卓、哎、佐伊，感觉也还可以。对，挺多打妖姬的英雄。嗯。 不过妖姬这个英雄放出来，其实对 EDG 来说还是有点风险的，因为这个英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 DFM 这把药引肯定是前期一直找 EDG 打架的，毕竟他是个强节奏英雄。对 ，EDG 直接男刀，那应该是节节完了。是的，男刀打野。那如果男刀打野的话，中路可能会给他搭配利桑卓，感觉挺好的呀。冰女加男刀，前期节奏应该能和妖姬加一个物理打野碰一碰。是的，一个给控，一个给伤害，但是不急，先拿了上单杰斯。 感觉小组赛后半段女枪的 BP 率有所下降，大家都不太想选女枪了，因为感觉女枪没位移，打到后面还是容易被针对。对，尤其在入围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女枪可能是在蓝色王一选这个位置要拿出来。对，啊，后面是有些变化。是，而且女枪拿出来还是搭配皇子的效果会比较好嘛，但是皇子最近几天的战绩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大家也是渐渐放弃了这个选择了。对，Steel。 直接赵信，妖姬赵信这个前期节奏或者说对抗性拉得很满。是的，主要 Steel 他也是入围赛玩了很多的赵信。嗯，直接选没问题。一会儿要看看 Scout 在第三手可能要在塞拉斯和利桑卓之间做一个选择了。是的，不过 DFM 这一手其实保一个女枪还可以。嗯，毕竟中野打强势的话，下路稳健一点比较好，还是说给他们上路选保个英雄啊？这是 Ivy 的英雄。 之前的比赛有亮相，对，好多绝活，而且最近的波比登场，我们会发现这种英雄他的功能性依旧能在团战中比较完美的发挥出来。团战的时候，把你的一到两个人或者说打野这种关键位置给吹飞，很影响到一些无论说是打团还是争龙。而且现在突进型的英雄也是比较多的，有一个波比还比较好的去化解。是，来了，直接冰女。 好，那利桑卓和男刀的搭配啊，利桑卓提供控制，男刀提供伤害，看看能不能跟妖姬赵信碰一碰。两边前三手都是上中野，那后面应该是稍微办一下AD和辅助了。嗯，是。像是
Viper 的德莱文 DFM 这边可能会考虑， EDG 这边要考虑的可能以辅助偏多吧，因为其实 AD 跑限制的没有那么多，对于优太鹏的英雄池来说。直接把女坦搬了，其实我一开始还在想 EDG 会不会把女坦放出来，然后自己四楼先抢一个。对，因为毕竟红色方有一个四楼先选的这个BP 优势嘛。而且这一次我们会觉得世界赛的这个女坦的她，无论是登板率还是她的表现，应该是首屈一指。这主要女坦这个英雄太全面了，是太肉了，又肉又有控制，而且她的控制非常的稳定。是。女坦搬完，那这边泰坦或者洛要不要也考虑一下？或者阿木木，对吧？虽然说小组赛选的人少，但毕竟选了一场还赢了，搬了 EZ， 就让你下路这边拿一个对线没那么好混的英雄。那我感觉 EDG 这把对下路应该也是有点想法的，是就直接把 EZ 搬了，不让你混了，搬了厄斐琉斯。那现在想打功能性的还有镜在外面，是 EDG 这把也可以打他们很熟悉的泰坦还有卡莎，是泰坦卡莎也不错。好，女枪，女枪也蛮好的，毕竟有一个丽桑卓配合打一些团控 AOE， 能够比较稳稳的接上这个大招的伤害啊。而另外一边是由 DFM 去拿进了，进加泰坦锤石或者洛，其实这把也还可以，毕竟对面有个男刀可以进场。牛牛进加上牛头，那这样的话对于 DFM 来讲，那就太依赖于妖姬和赵信在前中期提供的这个伤害和装备积累了，控制链有点欠缺对于他们来讲。啊，另外一边既然有女枪了，就补一手能够开团的洛。真要落吗？感觉泰坦也挺不错的，泰坦和女枪其实也是老搭档了，定点这个定点狙杀、就是、是吧？到六级两个大招直接杀一个，是的，必杀。这口也不换了，应该就是落。如果线上比泰坦好多一点续航。好，那最终敲定了落，双方的阵容敲定。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个阵容拿出来，其实还是看中野，就是丽桑卓和男刀前期的这个强度能不能跟妖姬赵信去做对抗。主要要看三级那一波吧，杰杰应该三级那波打不过赵信，看一下 EDG 这边能不能守住一个核心。因为两边前期的中野应该是左边更强一点， DFM 这个妖姬加赵信还是无脑的强。我感觉 DFM 还是下半区为主吧。是，这场 EDG 一定要好好针对 DFM 的这个中野，因为你想他中野只要节奏起不来，那其实 DFM 这套阵容是非常欠缺伤害的。好的，让咱们进入到这场 DFM 对阵 EDG 的召唤师峡谷 DM 蓝色方，而在 EDG 方面是红色方。本场 BOE 是由童曦、罗宝和王多多为你带来直播评述。这场看一下 Steel 这个赵信是怎么开的，他这把开野路线很关键，因为这一场大概率 EDG 的中路和上路会有一些前期的线权。如果他是下面往上刷的话，上路河蟹不一定能控，他得想一想他的路线。感觉往下刷蛮不错的，但是如果他往上刷的话，可能也是想帮自己上路缓解一点压力，毕竟对面是个杰斯。是的，但是感觉他三级抓上的一波不一定能抓到。看看 EDG 一开始三个人先过来点眼， F6 放一个。乌塔鹏这把也是带了一个虚弱，而且男刀也下来了，双方打野都是从自己的下半区开始开。这把 Viper 带的是一个多兰剑，对面进是一个斜丝红的出法，线上续航能力还是 DFM 这边更强一点。艾瑞亚的妖姬一上来打得很凶啊，直接打出了电刑，前期的血量占了一些小优。不过兵线是 Scout 这边先推的，能推线的话兵力还是没什么问题。是，说到线权，下路因为 EDG 上线更早，所以推线打得更主动。而且 Viper 的一级点了个 W， 这样前期推线很快。杰杰这里也是下半区开局往上刷，又有上河蟹的归属，感觉 EDG 拿到的概率还是挺大的，所以得看一下赵信一会儿上河蟹如果争不了的话他的一个动向吧，因为这把 EDG 下路也在抢线，所以说还是有可能双河蟹的。是，而且弗兰朵也是能够发挥杰斯线上的强势度的。我感觉要么赵信
速三先抓一波上吧，如果他不抓不 gank 的话，他这个上颚线真抢不了，因为他上中都要被推。中路两边也都还各自有一瓶药和一个饼干，看看赵信一会儿的动向，目前就 EDG 的中上两条线应该还都不错，对，中线已经有一个明显的领先，是下路这边线也是卡的位置很好，都算比较安全，而且 EDG 这边也是提前放好三角草的一个视野，这样就不怕一会儿赵信三级来抓下了。杰杰没有全刷，是直接过来插一个眼，对，先过来点个眼，然后这个核桃迅捷线应该还差个十秒钟的时间，那这边应该要遇上了，对，杰杰先落位，哎，感觉可以蹲一波，逮住了，哦，也没也不蹲了，直接动手，是利桑卓直接当着你妖姬的面过来，哎，走了呀 ，Steve， 这搁着看也没用呀，这核线不是你的，哎呦，主要他很难受的一点是 ，EDG 的下路双人主去把下核线给吃了，他就。这波去下也吃不了，一个都吃不着，就没办法。是，这就 EDG 前期很好的发挥出自己线上英雄的这种优势。是的，这主要 Steel 是吧？感觉没想明白，就如果他是上半开的，上半眼去开抓下就有机会补这个下。嗯，他这样开确实吃不了核心，也是这个阵容前期没有线权的问题吧？是，而且这种阵容你导致你本身你前期妖姬和赵信这个英雄组合是绝对强势的，但是你现在已经在野区有一些落后了。对，虽然说你中野强势，但你中路前期是没线权的，你要么就是速三抓一波中或者抓上，这样你有机会控核血，但如果你纯刷然后再去三分十五秒去河道的话，是一定控不到的。所以 EDG 只要延续这种在野区和线上的这种领先，就可以完全的锁住 DFM 的这个中野，让你节奏起不来，你节奏起不来，那这一整套阵容我们再看它的还是欠缺伤害的，你非常非常依赖赵信和妖姬前期能够打出优势，造成一些装备上的领先积累。是的，就其实打到现在 DFM 已经有点小难受了，已经很难受了，就主要是打野这边比较难受吧， Steel 这边野区被插满了野，就他现在所有动向都被 EDG 所洞察，是位置直接被看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圣枪哥会很开心，这个上路也很爽啊，本来就是长手打短手，直接压到塔下，不过圣枪哥这个蓝量差不多是要回家了。嗯，妖姬又是打出电刑，同时因为身上带了余震，直接给你硬刚了一套。我这波不回来的话，换血是纯亏的。回来换一下，感觉差不多了都。圣枪哥这波线要不要摊一手？有个饼干。啊，也不摊了，直接回。与刚才赵信出现在下半区，可能是二十秒之前的事情了。是的，所以也不太敢做逗留。哎呦，第一个 TP 直接上线啊，两边上单也是不打算支援了，打线为主。嗯。那圣枪哥这波得小心点哦，不过前面野区放的眼又是看到了赵信在刷这个蛤蟆，所以说哇，这把感觉 EDG 视野做得可以啊，就一直能看到这个赵信刷眼，这样其实会让你的线上玩得特别舒服，而且杰杰主要是看中路的兵线能不能给他支援，来了来了，有机会正好过来五级对四级，抢了就走，应该是三个都抢掉了啊、嗯！我还以为杰杰要动手了，就直接抢当里面抢你野怪，抢完翻抢走，是队友打得还挺舒服的，而且 Scott 也是提前推完线之后来这边稍微接了一下，感觉中野联动做得还不错，是那这个上河蟹感觉杰杰可以继续抢啊， Scott 这边已经上六了，上路也有线权，队友这边看到一个睁眼在排，而且杰杰已经在你的必经之路上去蹲伏了、哦、直接蹲就是反你一套，军女好像没有意闪过来，闪杰给大冻结能秒吗，但是两边打野是打互换了，一换一，我还是位置拉开了一点，因为我记得 Scott 刚刚好像 E 是用来回线上了，就只能闪现给大招，妖姬来的也比较及时，因为当时线也没在塔下，是这种换人头其实对于 EDG 前期的这种温水煮青蛙这种打法其实对于 EDG 并不赚，因为本身 EDG 是希望慢慢的我利用这个野区的优势啊，前期线上的优势把这个经济一点点积累，反而上妖姬现在换到一个人头，这其实对于 EDG 来讲不太舒服，我还是很亏的感觉，因为 EDG 前期这个优势其实慢慢打就好了，对，这波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个赵信应该要被白杀了，没想到杰杰反手被妖姬秒了，能不能抢到，还行，赵信这个 W 电刺电慢了点，嗯，不过虽然换了一个人头，但是现在节奏还是在 EDG 这边的，是因为可以看到现在杰杰其实是满地图乱跑的，赵信只能在自己家野区刷野，而且因为赵信的在野区被压制，可能导致妖姬的活动范围也没有办法很大。
对于赵信来说最难受的就是他走到哪都会被抓住，嗯，就从下路抓到上路，然后现在这边又被看到了，是一路是明视野过来，下路的对线 Viper 好像发现打不起来啊，也是回家第一波就直接补了一个矿刀，慢慢挖矿了，开始发育，感觉也挺合理的吧，因为 Vita 朋友这边直接裸了双布甲鞋，就下路跟你对着刷钱了，也不跟你打，版本现状，这下路两边 ADC 都是想着打钱，然后等打团了。看一下第一个先锋吧，马上刷新，感觉 EDG 这边可以直接动啊。是，因为中路和上路的线圈还是一直有的，一直从开局到现在八分钟 ，EDG 的上中两条线都是不遗余力的在去做压制和推线。只能说 EDG 这个中上就对线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是，英雄也拿得好。但现在 EDG 也要警惕啊，因为现在赵信和妖姬反正都六级以上了，这个时候也是赵信和妖姬的发力期。现在 EDG 下路双组要不要动一下吧？现在三香草这边做了视野，上路这边感觉三人组都集合了。是啊，反倒你看蓝色方的老牛现在已经先动了。不急啊，这波等他们先开。这波杰杰可以直接先吃个红再来嘛，不着急，这个先锋随便守。先锋一定要拿了，但是 Miko 已经到六了。我感觉 DFM 这边不能再动了呀，因为冰女已经把线送进去了，这得赶紧走啊。而且牛因为提前动了，所以他现在等级是落后的，落有大招，感觉这个先锋 DFM 应该要放。而且因为牛先动，导致 EDG 双人组是一起推线，然后再比镜先动。这说实话蛮尴尬的 ，DFM 这波动这个先锋。我觉得他们如果想守这个先锋只能被动防守啊，他主动开一下浪费自己上路时间，你看现在上路波比要回去清线很尴尬，刚刚是波比靠过来，然后他们直接选择动这个先锋。对，刚才这波节奏对于 DFM 来讲，如果想动这个先锋，那你一定要在老牛先动，然后另外一边 EDG 的下路双组都还赖在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 DFM 强行用这个人数差跟 EDG 打一波，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他们只能打架呀，他们打这个先锋肯定打不完的。这波 EDG 稳稳的把先锋控下来，而且下路其实也没有亏多少兵线。而且老牛在排眼的时候，两个人直接配合起来。天这边，哎呦，没到六级啊，感觉有点难跑了。看一下，爆炸果实，爆破果实过来应该死了。轻松一枪，这有点难受。我这一波感觉 Miko 挺细节的，牛牛刚刚好像走了，他又把他魅惑回来了一下，又多吃点女枪的技能。是的，是的。刚应该是先 W 抬起来之后，等牛头往后退的时候开了个大招。那顺势 EDG 下了双人组也把这波线给送进去。其实可以吃个镀层，但是感觉他们应该会比较稳一点，直接回了。感觉 DFM 这把中野没有联动起来啊。前期还是线上被压，野区被压导致的。没什么机会打起来，主要他们去抓这个冰女，说实话抓不到。是。这个赵信根本就不想抓中，没什么机会，他们只能野区打起来。这野区打起来很尴尬的一点就是冰女有线权，你妖姬来得慢，这就很尴尬了。三路没线权打野挺难做事的。对啊，因为打野本身因为上路就是三路没线权，导致打野一开始争不到和迅捷蟹啊，导致打野自己的等级还落后。我落后的时候，我打野就不太敢强行去找节奏了，因为有可能造成更亏。想补一补发育，打野压制了一级。EDG 这波如果进不了野区，可以直接动这个小龙。好像想动中，冰爪过来了，打出阿利亚一个魔影迷踪。放先锋了。Miko的位置有点深入，直接盛大登场。我这边就吃点钱，是保一下 Scout。同时中塔的血量比较低的情况下 ，EDG 在后面争夺中立资源，包括能锁住这个妖姬都有很大的帮助。直接动龙了，这把感觉 EDG 打的还是比较稳健的，也是在运营。对，对，这种节奏如果优势起来的话 ，DFM 应该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那主要 EDG 玩这套很熟悉，也不着急跟你打架，是跟你运营。慢慢，你看现在这就三千的经验老运营了 ，EDG 老运营了。那 DFM 这边其实打的也比较被动啊，没有找到比较好的机会去反制。是啊，因为我的中野是吧，是妖姬赵信啊，是强力的这个节奏点，但是呢，从一开始就受到压制。主要我看了一下赵信这边，其实也和他没什么关系，确实三条路都没什么机会抓。那一上来两个核桃迅捷蟹都是由 EDG 的打野以及下路双人组吃的嘛，自己一开始从来就没见过这个河蟹长什么样。我只能说这个赵信玩得很难受。
而且这也是一开始有提到的，这个 DFM 这个阵容几条线上英雄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联动，你现在要想抓的话控制链也不一定够，这牛头现在还解放不出来。啊，上路打起来了，圣枪哥开启 W 变锤，要不锤上去闪现躲大招，有了感觉。哎呦，不再变过来，接回来一炮，哇，差一下，有点可惜。妖姬的 TP， 冰女也跟着贴，能不能救一下圣枪哥？但是阿利亚对他的这个威胁是不够的呀。阿利亚看到 Scout 的 TP 放弃了，是。如果冰女不下来的话，感觉是有机会的。嗯。刚才波比应该是30血左右啊。锁住了，伤害就差一点点。感觉 Ivy 也是忍了一局，刚刚那一波想上去打一波，没想到确实打不过。主要圣枪哥这边已经有心石了。是啊，领先的多呀。现在 EDG 已经四个关键人物的神话装都做出来了，因为辅助这边比较穷嘛，所以还在路上。上路 Mako 靠过来帮忙圣枪哥点这个塔，现在上路没人守啊。波比要不要守完这个中路踢上来呢？不踢上来的话，圣枪哥上路吃的太爽了。对，一波爽吃。好像波比也不好踢上去啊，就他踢上去就这个东塔一样呗，很尴尬。现在这个守线有点守不过来了，走上去，圣枪哥把上路的塔拆剩一层。有没有就会吃呀？硬打吗？变成炮形态有 W 的话，感觉有机会。应该拿下了。哇，起飞刚好在14分钟到来之前的这3秒钟。哦，这太爽了呀，圣枪哥怎么？这上路直接经济优势2000啊，直接起飞。我感觉待会儿这个波比上线都不敢看圣枪哥一眼，就看见就要锤你。是，就一锤80。所以带着整个上半区的优势 ，EDG 也开始掠夺 DFM 的野区。现在 EDG 甚至都不用着急，他们就。可能这波圣枪哥回家上路清一波线，直接往中把这个中塔一压制完就中这个先锋，就节奏会非常的流畅。嗯，回家补波装备，这先锋 DFM 应该都不会来看，所以不太需要去清除太多的人力资源。是因为 DFM 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在你拿中立资源的时候，可能 DFM 要更多的去补一补自己的发育了。但我感觉这样玩 DFM 好像有点慢性死亡啊，对，拆东墙补西墙。对，我觉得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架打起来，因为他们选择这个阵容就是为了打架，但他们这一把看下来好像没打过架呀。是因为现在就这场对于 DFM 来讲最头疼的就是兵线处理不了，嗯，想打架必须可能要损失资源，甚至损失防御塔。而且 EDG 这把视野说实话布的有点好，就你看这边 DFM出来河道之前就先被两个眼看到。是，妖姬其实还蛮凶的，他都带了电刑，但是依然拿不到线权。哎 ，DFM 懂了呀，他知道这个先锋给了就记了，直接来。但是女强这个大招直接趴的位置很好，直接先秒你一个 C。虽然说近也开启了远程的狙击，但是狙不到残血的扫荡。挡一挡，又是一波残血，艾薇也要被点掉，最后是洛给他一个普攻，应该是一个 Q 技能将其收掉。那完了呀，直接加速了。但我觉得。没问题吧，这波过来抱团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波不抱团，这个先锋一给的话，这个中路二塔可能也要被顶掉。是，过来尝试一下，但没办法，这波阿利亚进场的时候是 Scout 直接反手一个大招配合女枪大招把他秒了。这波应该也是他们，哎，这波抬一下 Gan 的牛，牛开一个大招可以跑，没问题。这波也是装备差比较小的一波了，因为再往后拖下去可能装备差会越来越大。SDU 这边快，哇，这波赵信是长途跋涉去打了个魔爪啊，他从中路没管中塔，然后几乎走了半个地图去打了个魔爪啊，偷一点，好尴尬啊！阿利亚这波没办法，就冰女打团的时候妖姬就是这么痛苦，但已经很尊重了呀，这波三个大招，洛的大招其实也是给他的。嗯，而且这一波 DFM 的阵型还挺差的，正好被这一个地形全部隔开了。下条小龙 EDG 应该可以直接拿下来。就在 EDG 这些平稳的运营节奏中，就已经把经济领先到6000块钱了。下路的塔也拆掉，这个时候 DFM 很想把上塔能不能磨一磨，但是兵线也不太敢推进去。不敢呀，这摸一下自己的药没了。四个人在旁边保护，但是也没什么办法。小龙这边 EDG 拿到了第二条。火龙的地形难道还挺痛苦的？
而现在 DFM 发现连自家的野区做眼都要稍微小点心，因为现在 EDG 装备已经完全领先了，而且现在 EDG 冰女和男刀这个组合在野区可以一直找机会，对，去可以单点秒杀。哎，来了，这波 DFM 想抓 Scout， 先反向走再接二段叶。哎呦，这太灵活了，这 DFM 这个找机会能力，如果这边没有妖姬的话，说实话太难留人了。下路啊，上路 EDG 加上杰杰四个人的抱团，四人抱团，这个塔也有点难守。是啊，这两个人现在只能看呀、啊，要不走了吧？阿里亚还想打消耗，已经很大胆了。就没冰女在，他还可以这样；那有冰女在，他真不能 W 上去，是直接被冻住。再转线来中，冰线的位置太漂亮了，开始加速了呀！是的。有点挡不住啊，主要现在圣阳哥装备有点好啊，一炮打下去，遇到鹏和 Gan 直接掉三分之一血。这波比 TP 的位置还好。小牛人赵信直接大招肉身开团，但是 EDG 发现五个人根本就不理你，这留不住呀。再是一炮，又打到了野辅两个人，也要开只能等牛头的闪现二连啊。但现在 EDG 所有人都站一起了，就是这波闪现二连，先开 Miko， 但 Miko 很灵活，一个金龙出水直接拉开，旁边 Abby 状态也比较差，旁边的辅助打了波互换，波比扬起大锤子砸飞了利桑族，但自己被杰斯直接三枪直接将其点到，嚯啊！难道又是一个 W 技能将妖姬挂死？这波 DFM 在自己的二塔之下强行跟 EDG 打一波，但是只能帮助 EDG 提速了。这没办法啊，他们如果再不找机会的话，就会这样一直被拖死，被运营死。就他们这样打一波的话 ，EDG 经济正式来到了一个一万经济差，这个时候装备已经领先太多了。哦，那波白克白银好快呀、啊！牛头闪现二连直接闪现躲掉了，装备差距很大，而且 C 位的输出环境也不一样。外说这个闪现躲开之后，它是在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输出。是。Viper YYDS， YYDS， 这他确实是有点想这个小组赛一次不死，我感觉。嗯。他现在还没死过。今天比赛开始之前，他的 KDA 是34。啊，现在还能再涨一涨。刚这波是他比较有可能阵亡的一次啊。是。刚如果这波被牛头二连起来的话，可能要被切死了。直接一个闪现躲掉 ，Viper 这种快速的反应啊，让大家可能也会联想到当时他用侠啊，在一些地方是做出的这种倒钩加闪现等等这种操作，还有他的狂风倒钩也是比较的经典了。是的，这里姐姐一套打上去，再次过来想找艾莉亚，艾莉亚真假身一起死，女枪拿到这个人头，好像是 Viper 的狂风收掉的吧，还是一下平 A， 哦，应该是刚狂风弹过去弹死了。现在开始抱团推一下下路的二塔，波比抡一下大锤，没抡到，直接锤到墙里去了，直接锤山。还是有点难开啊，这面。这塔拿完了之后直接撤，他太稳了。主要 EDG 现在，说实话这个局面有点不知道怎么输了，经济领先直接到了一个11000。下一波其实可以集合一波大龙。嗯，拿大龙之后上高比较轻松，找到机会开起来团应该有机会直接一波。拿大龙感觉就差不多一波了，因为其实 DFM 这个阵容守不了线，嗯，没什么清线能力。而且想主动开，可能得依靠着像牛头这种英雄去绕后去开 EDG， 否则的话你想正面开 EDG 太难了。来了 ，Gan 这边又被包围了，冰女一个大招逼出他的大招，但是被三个人围殴，还是跑不掉。Viper 收一下这个人头。妖姬 TP 下来也于事无补啊，而且 Miko 想绕后开，哦，不过有个针眼，是点到了他的位置。想开 Miko 吗 ？Miko 一个盛大登场，直接溜。现在装备已经领先了一件套了，这个时候感觉 DFM 就算抓到落单的人，伤害都不一定第一时间够。如果 EDG 人员够集中的话，有可能他们先手就是他们自己被加速的一波了。是，捅上去还是想打的。赵信是真的胆大，还好刚才是 Scout 立得比较远，否则的话就是直接一个冻结安排上。小龙九秒钟刷新 ，EDG 继续稳稳的拿资源，拿这条小龙。这妖姬只能给予 EDG 一定的这个在团前的消耗，但这个消耗已经有打不动 EDG 了。哎，感觉 DFM 这波是个机会啊，冰女大招还没转好，要不要打？杰斯第一时间也还没有落位，要打现在到了，但是也就还有5秒钟就转好了呀，先消耗 Abby。
要钻好了，哎呀好了，那感觉这波 DFM 接不过了。没错，主要也是他们自己的牛头也没有大招，主要这个路口兵力无敌啊，而且如果耗在这里的话，杰斯可以在团前进行更多的消耗。哎， Gan 的牛头想让后但有个针眼很尴尬，要不回来正面跟队友集合吧。是的，还有个远见早就看到了，这绕不了啊，他一个九级小牛头进去可能直接被蒸发。而且 DFM 这个阵容 Rush 大龙的速度还很慢，他们现在也没有说可能放这个小龙爵尝试逼大龙的说法。伊利基这波中线推完，哦，那是先让 Mako 回波加补一下视野，再做大龙视野。嗯，不着急，现在伊利基确实没必要打这个大龙，怎么稳怎么来，慢慢打嘛。是，天哥已经三件套了，杰杰疯狂偷野，打野已经压了两级了，这主要赵信这把玩的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劣势自己家野区已经不是自己家的了，疯狂被反。毕竟所有外塔都被拆了，现在进野区挺难的，而且现在 DFM 的视野压力也很大。对，基本上是漆黑的状态啊。对，现在牛头也没有那么多钱去一直买金眼，一直被培养来这样做视野，所以说他们全队这边金眼带的是比较急的。来了，这波下路 Scout 有 TP， 这波推完线进去，下路只要漏一个人 ，EDG 应该会直接动这个大龙。是，你看 EDG 他永远是对于兵线，尤其是对于边线处理的是非常好，永远是边线要领先，我再去野区中路做事情。这波下路只有波比能去守呀，波比有 TP。TF 现在比较难受的就是杰斯在带线，谁来跟他带呢？而且这个时候底下赵信如果在线上稍微露了点头 ，EDG 要直接抓大龙了。赵信还没露头，还行。然后波比这边有踢的话 ，EDG 稳健的性格应该是不会这么着急动这个大龙的。嗯，因为他们现在输的办法就是这个大龙被抢，然后被杀了两个人，还是不着急，慢慢推线。先把波比叫回来吧，把兵线压过来。我觉得这波可以动一下大龙，逼一个 TP 嘛。就我打不打完不说，先把你的 TP 给我交了。对，这波兵线压得很前啊。是，直接动手，就是把兵线做好，然后开始抓大龙。要看 DFM 的选择了。高级还有个远见 ，Scout 是没有在大龙，选择在外面做一个埋伏，想去先守你的人。这波 EDG 看状况是要撤出来，了直接跟你打架团，然后他跟 Steel 有一波相遇，先触发自己的余震。赵信二话不说，先去捅立桑卓，立桑卓的位置稍微一点点危险，给自己一个大招，很好的一个保命技能，近的位置还不错，但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输出伤害。牛头已经先倒了，杰斯一个闪现，借苍穹之月，再接一锤的直接斩杀了鱼塔碰。波比扬起大锤的立刻被打断，至少四个人的围追堵截，一滴一波漂亮的零化四，最后只剩下妖姬，只不过是镜花水月。EDG 要可以尝试去一波掉这场比赛了。孙强哥和 Scout 两个 TP 直接踢上路推，阿里亚一个闪现想跑，杰杰一个 Q 跟上，能不能杀？哎，直接 Viper 这个哈也是打的是哑枪啊，这个是大招闪现吗？这自己把自己大招打断了，不过好像应该还是能一波。是的，直接拆。好，DFM还没有放弃，牛头直接出来二连想守。直接被融化了，直接被五个人融化，勇敢牛牛不怕融化。那我们要恭喜 EDG 在这场对阵 DFM 的比赛中轻松取胜，目前来到了四胜零负的战绩。恭喜 EDG， 恭喜！第一把感觉也是打得稳扎稳打，没什么悬念吧？嗯。